OK， 对，欢迎各位再次欢迎回到 Stalker。没错，好死不死，游戏偏偏在我临死前最后一刻，帮我来一个自动存档，真的是非常感激。OK， 你的杂碎，福方土老头强盗。OK。好吧，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目标，应该是往南走，去寻找 X18 实验室的入口。不过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，我想先去看看这个博罗夫的秘密藏匿物，看他到底藏了什么鬼东西。没错。在前面那个方向，这里应该没有其他敌人了吧？至少我是这么觉得。Oh my god！ 楼上还有，OK， 没关系，现在视野正佳。400公尺，然后上一次这边这些人我好像都还来不及搜刮他们的尸体。OK， nice。 纪律团赛勇流浪汉，等一下，该不会他是哇 OK， 掉下来那该不会是我们上一次从监牢里面救出来的吧？我不是很确定，因为他名字好像不太一样。不过这里纪律团的人应该不多吧，所以好吧，我不知道，非常困惑。存档。应该在这附近。哦，辐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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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再让我们试一次。Oh my god， 还是不行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水滴也可以降辐射。看一下，难以形容地方的保险箱，所以我们要找的是保险箱。
我没有看到任何保险箱，说实在的。保险箱，难不成在上面吗？非常有可能。哦，看到了。这是什么？子弹。Oh my god! Come on, 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Seriously. OK, 我被困住了。啊，天哪，我只能在这里等死。Come on, 撑住，撑住。OK, 我上不去，我上不去。Fuck.好吧，让我们不要去拿，因为完全不值得。只不过是非常普通的弹药而已。然后我突然想到，我们上一次似乎没有仔细 check 伯罗夫身上有的武器。我还是有听到，有人交谈的声音。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真的假的？OK, 这里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。Oh my god! Oh, seriously, 真的还有人？啊！啊！我真的不敢相信，嗯，砸碎居然一声不响的。Oh, seriously, 这是又从 ……Oh my god!啊、OK, 你知道吗？
OK， 然后现在又没有人，到底在搞什么？我是说，怎么可能还有人还活着？他们一开始到底躲在哪？OK， 来看一下，通常 BOSS 都会有比较特别武器，譬如这一把。来看一下 ，AN94， 跟我这把比起来嘞，这一把伤害稍微提高，射击速率是一样的，但准确性稍微下降。不过它倒是有瞄准镜。看起来蛮酷的。他也是用 5.45， 跟我这把武器是一模一样。哼。他可以消音吗？可以。然后瞄准镜，蛮酷的，其实。OK， 我不太确定，这瞄准镜似乎可以看得比较远。对啊，没错。OK， 没关系，先带着试用看看好了。负重过多哦，对哦。天哪！辐射风暴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！哦，你在跟我开玩笑。我们这里算是安全点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大概看起来不算。
准点到了。Oh my god！ 然后让我们回去找伯罗夫好了，因为关于他那把武器，我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直接把他的瞄准镜拿掉，反正他那把枪其实也不是很稀有，我们可以只拿他的瞄准镜，这样一来负重也不会过多，一举两得。Oh fuck！ Seriously！ Oh my！你知道非常讽刺的是什么吗？当我潜进来大开杀戒的时候，我死掉次数还没有现在这样多。结果当我以为我清光整个强盗基地的时候，我拼命开始被暗算。这难不成是墨菲定律吗 ？Пойдем, пацаны！OK， 让我们赶快离开这里，在更多莫名其妙的强盗冒出来之前。是要从对，从这里出去没错。但是我不能肯定这里没有埋伏，你知道吗？
OK， 理论上这边有个藏匿物，我没有看到。在我的正下方吗？真的没看到，该死，辐射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啊，到底在哪啊？Come on。OK， 我们在找的应该是一个箱子。OK， 什么箱子？到底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啊？OK， 算了，我放弃，这里辐射太高了。反正我们现在负重也过多，就算真的找到什么好东西，我们有极大的几率也带不走。OK， Oh my god， 玩错了，浪费一个医疗包，我是要看地图。实验室入口，好吧，在那一个方向，好吧，所以强盗之后再来，这次又是什么？其实看不太清楚。但是感觉人应该非常多。OK， 我看到一个人。但问题是，只有他一个吗？
OK，不是很顺利，我觉得。Okay. 差点就被干掉了。Okay. 还有人。OK， 到底是谁？哦，你还没死哦。好吧，不要浪费我子弹，拜拜。OK， 楼上好像还有人。Fuck， 快没子弹了。真的快没子弹了。
OK，Come on， 我需要5.45的。OK， 这感觉就是有人会躲在里面想要偷袭我。这太明显了，我不会再上当的。没有吗？真的假的？OK， 没有，还有一个房间。OK， 我们爬上来。我看到一件非常屌的东西了，但是非常独烂的，我现在没办法带走。啊！Fuck！干嘛？我要545。好吧。看起来是都没人了，但是我必须承认，这群杂碎真的蛮会躲的。所以，让我们还不要放松警惕好了。尤其是在我们缺少弹药的情况下。OK， 我们是来这里找实验室入口，但是目前什么入口都没有看到。我 miss 掉什么？这是谁的照片啊？
OK， 你们谁身上 ？Oh nice， 55。收过你了吗？应该是。那附近也没有神器。到底剩多少四？18发。不太妙，我觉得。Shit！ 出去！哦 ，What？ 谁？在哪里？你们有看到吗？我什么都没看到啊。What the fuck？ 他没有躲在这后面。是在这栋屋子里面吗？也没有。Fuck！ 我刚刚那个到底从哪里传出来的？OK， 我真的谁也没看到。难不成刚刚是我们幻听吗？
听起来是在里面。好吧，我猜应该是在我们还没有 check 过的那个地下室入口。OK， 绷带545。枪身上有没有多的？有 ，OK。Oh my god， 真的超暗的。啊 ，OK。我猜这就是 X18 实验室入口了，门是上锁的。这里。应该就是需要我们拿到的第一把钥匙了。OK， 任务完成，新任务，寻找文件。好吧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